颜月，先天帝他老人家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呀？夫弟已薨逝，临终前传位于我。先帝去得可安详？并无痛吗？夫弟怎么突然就去了？我要见他最后一面。夫弟有命，任何人不可扰他安息。可是我……难道你怨恨夫弟将天帝之位传授于我？有你继承天帝之位，实至名归，我绝无异议。我要去见他最后一眼。夫弟不愿被看到受尽五衰之相，因此特命我封印寒冰鹫，以此为学，一切丧事